入夜之后的天气资讯，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母殿跟满洲最低温22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7度，注意午后雷雨的现象。台五来一根全日最低温21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9度，同样注意降雨的现象。三地门雾台一根马家最低温19度，高温29度，注意午后雷雨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4度，地点是在桃园，而高温27度。嘉义的阿里山温度是落在14到25度之间，注意瞬间性的大雨。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2度，地点是在仁爱跟信义，而高温25度。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16到25度之间。苗栗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9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5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5度，地点是在坚实，而高温26度，多云的天气。北部地区来跟复兴最低温19度，高温24度，多云的天气。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18度，高温26度。花莲的部分，新城、花莲市跟吉安最低温24度，高温26度。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7度，高温26度，同样注意降雨的现象。寿丰跟丰滨最低温22度，高温26度。凤林、光复跟瑞穗最低温22度，高温25度。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降到12度，地点是在卓溪，而高温25度。台东的海岸线最低温24度，高温27度，注意降雨的现象。纵谷地区最低温18度，地点是在海端，而高温25度，注意午后的瞬间性大雨。鹿野、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22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7度。南回地区最低温19度，地点是在金峰，而高温27度。阳美达悟族人的兰屿温度是落在25到27度之间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跟澎湖最低温21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7度。